这个示意图啊，大家看看就行了啊，就没必要搞那么专业啊。我们现在就是翻修卡塔委员会，修建文化广场，大家有什么意见呢？可以提一下，啊。没意见，好事啊，不就是出点工吗？我看行啊，没问题，我代表哎你举双手赞成。那这样，大家伙啊，举手表决一下呗，好不好？ 全票通过啊！那下边呢，让咱们韩书记讲另一件事儿啊。我呢跟宝龙书记研究过了啊，需要一块钱碱地，实验种水稻，啊，希望在座党员们响应一下啊。韩书记，这事不用商量，就用我家的地吧，用多少你说话。九海，你这家伙经济性长这么高呢？ 谁让咱是党员呢？海谁不是党员啊？韩书记，就用我们家地吧，第一年我都不收刘钻金。这样啊，大家伙呢都别着急表态。今天宣布这个事儿呢，就是让大家伙啊回去琢磨一下，找老婆孩都商量一下啊。等商量好了，有意再回头来找我们，好不好？这事儿不用我们商量，我们机构。安静一下，安静一下，安静一下，安静一下。啊，谢谢大家这么积极。 王书记说对，我们需要回家商量一下，这不是小事儿啊。商量之后呢，我们再讨论。那个还有一个事儿啊，昨天啊，有人请我吃饭，哎，还要给我干股，这股份呢还挺高的。我也在想为什么要给我干股呢，后来我才明白，他让我在他的项目里啊开绿灯，提供方便，是谁呢我就不说了。 我就想告诉你们，这是第一次，对我韩立呢不太了解。如果再有一次，第二次，不管是谁，我韩立绝不客气。开水呀！哎呀，烫死我了！爸，我这又咋的了？这怎么冲你？哦，不是冲我是不是？ 不是，爸，你不怪我，你摔我东西干啥玩意儿呢？你要说你回家摔去，行不行？我这次是冲韩立去叫的，他跟我真正站在对立面上了。不，那咋的？那人家还得跟你打招呼啊。他打招呼，都跟我宣战了，比打招呼还厉害呀。走着瞧。不是，那你就让他来呗，啊？互怕互啊？你这样的，回头我找两个人。 一门问我就给他搂倒完事儿。搂什么倒？不知道。我告诉你，要动手也不能现在动手，知道吧？你这么的，他们不是在修路呢吗？得经过七十三家草场，是不是？我让七十三去给你闹去。修个啥呀，他们呢？你还真不用怕啊，老头。出了事儿，你儿子我小龙给你兜着。你担什么担呢？ 你这事能难住人家韩立吗？啊！按照咱们旗里的规定，那你，爸，爸，爸呀，对。 你就让他去，哎，再多给我点时间。韩立，你不是来扶贫吗？好，我让你嘚瑟，这回我让你越扶贫越多。哎，韩书记，你找我啊？对，把这个给高娃送过去。哦。 这里面的东西都腾出去了，啊，我都放到移动硬盘里了，也没啥东西。一会儿办公室搬家，你盯着点儿。行，那我去了啊。行。高娃姐，高娃姐在吗？啊，刘静，哎，刘静来了，阿姨。哎，小锁呢？怎么没看见小锁呀？ 小锁上学去了。啊，一早上高娃呀就把他送到苏木文小去了。哦，阿姨，哎，您把这电脑啊给高娃姐，这是韩书记的，说是寄给高娃姐的。
我不是帮高阿姐在网上开了个网店卖绣品吗？她有电脑方便点。开啥店呢？那开店不得要钱吗？我们家可没钱。不是，大爷，是免费的，在网上开的。哎，算了，我拿进去吧。顺便啊，给那些绣品再拍点照片，挂在网上，网店呀就可以开张了。你说啥我都听不懂啊。 一会儿啊，有人给家里装网线，您等着就行了。装了网线呀，就能上网了。哎，韩叔叔，韩林来了。先生，你故意是吧？我一来你就躺下，啊，赶紧起来。不起来，我的问题不给我解决，我就不起来。你一天不作，你难受啊？ 赶紧起来，一会儿车动了压着你，压呀，让压吗？压死我省心了。来来来，压吧。刘海，哎，喊了一声录像呢。哎，秋三。 <笑>你干啥呢？这是，你在干啥呢？给我录像呢是吧？可不可碜啊！你把它放下，别老听见没？小舅削你啊！放下！你还削我？这工程队谁的呀？张小龙的。你躺地上不让人施工，我告诉你，工期到了，张小龙受损，你不怕削你啊？我不管谁工程队。 你们修这个破路，占了我们家这么大块草场，不把补偿款谈清楚，把谁的工程队也不好使。不是修路是比赶啥人民谋福利的事儿啊！啊，路修好了，出行方便，你要啥补偿啊？废话，你占我家草场了，对不对？你修路你按自然路修呗，怎么到我家就不按了呀？啊，生生把我们家草场修了一条新路，你这就又老路又新路的，这草场都让你们会完了，知道吧？听着没有？ 你把那放下。首先，七十三，我得告诉你啊，你再这么闹下去，属于寻衅滋事，容易拘你，知道吧？吓唬谁呢？你跟谁俩呢？来来来，你拘我，来来，拘我呢，来来呀，来来，拘我啊！哎，大家看看啊，第一书记打人了，来，第一书记打人了，哎呀，第一书记打人了，第一书记打人了，把人都打死了，快看啊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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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死人了，打死人了！哎呦，不是七十三，哎呦，哎呦，丢不丢人啊？这么多人看着呢，啊！打死人了，打死人了！你不觉得丢人吗？这么大岁数了你。韩书记，我的录下来了。干什么？七十三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不起来，我把这视频我放群里去。 让嘎啥人民都看看你现在这个表现，啊！你给我耍是吧？起来吧，行不行？哎呀，这家演的，完了，走吧。哎呀，老嫂子。 老嫂子，是你啊！啊，你咋来我家了？我大哥不有病了吗？过来看看他。哎呀，没事吧？他住院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，现在都一查一查的来了。啊，那个，你说的是马厂的刘总他们吧？那他们来不是给我哥解决问题的吗？咋最近又没消息了？ 要我说呀，老嫂子，这也是个不靠谱的人，能解决啥问题呀？都定了性了，你还能给他方案说成是好人？我家那老头啊，就是个倔驴。你给我闭嘴！大哥呀，我过来看看你，说你这是干啥呀？姓张的，你给我走。干嘛？那，没事啊。这个徐经理啊。 他主要看你是个女的，所以把这工资啊给你压得挺低的。我想等他看你的活了。
他就心里放心了，下个月啊准给你涨工资。嗯，没事啊，师傅，有活干我就高兴的很了。哎，挣到正少没事儿。行，那你先忙吧。嗯呢。谢谢啊，师傅。没事。那工地上啊，全都是男的呀，如狼似虎，一个个，这老话不好听，但是有道理。 寡妇门前是非多，你躲还来不及，你还往枪口上撞，是吧？好吧，你劝劝他，别去工地了，让他回来吧。我家这个日子呀，用钱的地方多，高娃不出去挣钱，日子咋过呀？你这样吧，你让高娃回来，你去工地了，作为村委委员，我一定带头提出，让你们加入，建党立卡户，我有多大劲使多大劲儿。 一定让你加进去。那这不得有个过程啊。高娃要辞工了，那一分钱进项都没了，那我家日子咋过呀？啊，这可不是过家门啊，这么多人吃啥喝啥呀，喝西北风啊，哎，你可别扯了。哎呀，老嫂子，这你不用怕。哎，对了，你平时不爱刺绣吗？刺什么那个桌布啊，什么椅垫啊？ 套，反正就这东西吧，你现在有多少，你全给我，我给你包圆了。都包圆了？啊，我那可二三十件，那不少了。前两天刘静啊拿了个电脑来，让高娃在那个电脑上卖，说那个手工绣品可卖钱了，那个一件最少都三四十块钱呢。 哎，穿的差不多了吧？知道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把这视频让港啥人民都看看你。哎，王叔叔呢？这儿呢，这儿呢。哎，水呢？这儿。啊，你想的够快的哈，一般人可是玩不过你啊。咋了？视频看了？看了。我就担心呐，你哪天啊把我整到屋里去啊，我都找不着庙门呐。所以你得小心点，我这是当年佩戴执法记录仪的时候留下的经验。 有图有真相，否则你真说不清楚。嘿，哎，你说你要是真把包七十三整恼了，那盐碱地他不给你咋办呢？还有，咋说他都是建党的立卡户啊，是吧？你就说那房子，他就一直顶着呢。你真把他整急眼了，你说他就死赖着那样，任你咋贫咋帮，他就不动窝。你说你咋整？哎，我还真不怕。你相信我把这话撂这儿，用不了多久他扛不住。 乖乖跟咱签了，至于能不能服得动他，这个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对吧？我相信不可能有人拒绝脱贫的，那成啥了？有那就等于是皮裤套棉裤，必有缘故，找着缘故解决了吗？不就完了吗？也是啊。哎，我看包七十三呢，不像是有病的样子。现在关键呀，医院的证明是真的。 如果能找到他弄虚作假的证据，那就简单了。他属于第八类不符合评标准第七条，啊，贫穷不能成为他躺政策上等范畴的理由。嗯，不能走错是吧？我记得咱挺搞笑的。对，成明星了，谢谢大家，不地了，村里边的啊，好嘞，同意了。 哎，快看，包七三，男主角，七三，给他提好啊！老演员呢？包七三，这视频给我带劲啊！我一个人鬼畜的，给他提好啊！老演员呢？包七三，这视频给我带劲啊！我，哎，你看这啥玩意儿啊？你说啊，土了吧唧的，你说现在谁还用这些东西啊？哎呀，1000多块钱呢！ 哎呀，你说买了这么一堆破玩意儿，你是不是出门的时候脑袋被蒙公子给抽了你？行了，把嘴给我闭上！一天天的，这想事儿脑袋让你全给整乱套。哎呀，你还想事儿呢？啊，你说你这一天天的啊，整天琢磨怎么害人了？你说你，嘿。 哎呀，你说你自己被人家讹上了都不知道呢。
这吴日娜这个老太太吧，平时看着你说老实巴交的，挺好的。这没想到你说她这么黑，这也太贱了。行了，你懂什么呀你？你这个人呐，就是头发上见识短。俗话说得好，舍不出孩子套不着狼。你舍不出这个窝，你就钓不上来鱼。这道理你不懂啊？咋的？ 啊，原来你是用这小恩、小惠收买吴日娜，想让吴日娜撮合小龙和高娃他俩好啊？切，哎呀，你不是不同意他俩好吗？啊，老关子。 给我学这个动作啊！哎，妈呀，不行了，迷糊了！我这回算明白了，你俩的智商指不定是遗传谁的。哎呀，切，废话，当然是我遗传给他了，他还能遗传给我？ 你妈谁俩呢你？行了，别跟搅和了，行不行？我告诉你，现在韩立已经公开站在我对立面了，我得想办法怎么对付他。首先，我得从高娃下手，把他弄成贫困户，多了一个贫困户，看他怎么办吧。 行了行了啊！你说那些破玩意儿我都不懂，我就是想问你，你买这些破东西干啥？是不是让我主子给你吃了啊？啊！我跟你说呢，是不是主子给你吃了？呀呀呀！别喊，你爱咋地咋地咋地。切！哎呀，我跟你说你干啥？干啥？干啥？ 你吓死我了！你这怎么没吓死你呢？差不点儿呗。这不是小心脏蹦的砰砰的。太厉害了！我跟你说点事儿。快点事儿，来呀！在墙外说去。来，坐下说。重要事儿。那咱我给你放，我给你放墙。坐。怎么意思呀？哎呀妈！这家吓死！那边有梯子呀。 哪有梯子啊？坐我自己爬上来的。嗯，啥事儿啊？哎呀，这事儿我必须跟你絮叨絮叨。你说韩立这么一整吧，整的我这老尴尬了，这脸都不知道往哪搁了。你这家伙，你说，我就寻思我再跟他这么杠下去的话，以后在嘎查里没法做人了。嗯，那你想咋的？我寻思，要不然我就跟嘎查。 说啥？啊！你再说一遍，我听听。不不不，你听我说啊！你看，咱们这些年吧，这个房子没盖起来，是吧？这钱钱没挣着，这把这废地流转出去，眼瞅着到嘴边的钱，这又要飞了。你说这嘎查里修爱里的路，我再这么一闹，就感觉我跟全嘎查人作对似的。这我刚才出来一帮人跟我后边那戳我脊梁骨，弄得我跟做贼似的，老闹心了。 齐思安，听我跟你说啊，这事儿你必须给我顶住，顶住也得顶，顶不住也得顶，能顶几天顶几天，明白吗？不是，哥。
这韩立他们弄水稻那是早晚的事儿，就算我不跟他们签这个流转合同，那后边有的是人排队等着呢。爱谁排队谁排队。我让你顶住这目的，你明白吗？我不明白啊。我让你顶住，主要是吸引韩立的注意力。啊，把他注意力一吸引了，他就没有那么多精力和时间，然后那个弄什么水稻啊，还有其他产品，也没有时间天天盯着我了，所以我就有时间来做我的大事和事业了，懂吗？哥，你都做啥大事和事业了？我看你天天你就背个小手这，这满世界就这么溜达，我看，那你没啥事儿啊？是吗？啊。我他妈干啥大事情？我你干啥呀？我干啥大事还得让你知道啊？那我这是什么？我不打你。你现在就回去，跟那些找过韩立的人说，就像我跟你说的那样。啊啊！跟他们怎么说呢？就说种水稻不靠谱，韩立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走人了。反正就说那个土地不能给韩立。啊！我说话没啥威信，人家未必听。听不听是他们的，说不说是你的，倒也是。只要他们在心里对韩立一打鼓，我就可以弄他了。真的？嗯。咋整啊？啊，就那点建筑余料还不够铺广场的呢，整不好还得被人笑话。我算了一下，修文化广场这料倒够，反修这嘎叉尾料确实不够。这笔账我也算过，那要是翻修嘎叉尾，咱也得几十万，上哪弄钱去啊？这牛咱可是吹下来了，你别到时候整个半拉的工程，多磕碜呢。行了，我去齐里了。干啥去啊？这搬了一天砖了，吃点饭呗先。我去齐里想想办法，你吃吧啊，我走了。
喂，你好。他身上也没有带身份证，又醉得人事不省，要不是他含含糊糊的骂你，我们也没有办法，只有等他醒了再说了。骂我？嗯。骂我啥呀？哎呀，我也是听了半天才听明白。韩丽，别逼我行不行？我就不养牛，你能把我咋地？慢点，哎，你慢点。哎，不能行吗？你慢点。能。小鹏，快！咋了？又喝多了？谁？慢点。哪儿喝去了？你慢点。林鹏，你别怪你爸啊，这毛病改掉的不容易，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。哎，你一会儿弄点热水给他擦一擦，别让他脏了吧唧就睡了。哎，周日那达摩大会给你放天假，带他出去玩玩，散散心，行吧？王书记，喂，七十三了，干什么呀？你明天上午来趟嘎查委啊，把你放弃危房改造的责任书签一下。啥？王书记说啥了？哎，哥，我。对，刚才那宝峰啊给我打电话，他让我明天上午到嘎查里，把那个放弃危房改造的责任书签一下。你说我去还是不去？哎呀，你咋又问呢？啥话我不都给你说透透的了吗？是，那我你问啥呀？咋办？咋办？你自己掂量吧。不是我哥你，喂，喂，哎，那我哥咋说的呀？你哥说，让我自己看着办。自己看着办。自己看着办是啥意思啊？啥意思你还不懂吗？那看着办就是看着办。你和谁嚷嚷呢？你有本事朝我哥嚷嚷去！别老你哥你哥的，你哥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疯了？你和谁俩呢？这是？那你俩咋的？这一天天你哥你哥的，要不让你哥天天让我顶着顶着，我能造成现在这个熊色吗？切！居录的时候他就让我闹，结果我成了风口浪尖了，现在还让我顶着，我都快成了靶子了，飞刀飞虎标枪可这有一阵招呼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以后啊，我还就不听你哥，我不让他拿我当枪使了。咦，不是你一天手插个兜骑个马，你嘚瑟啥呀？一天老上，就嫌你有个马了是不是？哎。你把它给我放后院去，要不拉尿还得收拾。这拉也是他拉，又不是我拉呀。不，你俩谁拉我不都得收拾啊？这一大早上说过来告你个好消息吧，你看这说话膈应人的啊。哎，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。咋的？我告诉你啊，保利亚可是打电话了，说是周日他回来看那达摩大会，他带他们学校一个教授，这个教授呢，受这个7154电商平台的委托。来考察咱的沙棘项目，那好消息啊！到时候来了，咱好好招待人家一下啊！啊，你啥消息啊？你猜我在七里碰见谁了？谁啊？你猜？
猜啥呀？你就告我呗。白银堡。哎，不是你猜他在旗里干啥呢？干啥呢？猜呀。又让我猜。你行，我告诉你，在旗里啊，旁边戳了个小纸板，主动找活干呢，好事吧？这就是好消息啊。啊，他主动找活干呢，多大的转变呀！你别说哈，你要这么一说的话，还真有点意思。是啊，那后来呢？后来那个喝多了，后来他没活干嘛，这喝多了躺路边睡了一觉。狗改不了吃屎。不是，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啊，他主动的改变了，他已经，我就想他到你们牛棚干的。扯淡，到我这干啥呀？到我这喝呀？我是不是还得给你们打菜呀？哥，哎，小黄，咋你一个人呢？你爸呢？咱别管他了啊！不是，你不能把他一个人扔在家里啊，带他去玩玩啊！你快去叫一声去。那你不去，我去了啊。又喝醉了。项目，我跟韩书记啊，代表全体农牧民表示热烈的欢迎啊！韩书记很有亲和力，这么年轻就做第一书记啊，任重道远，年轻有为啊！哎，陈教授，你要说年轻啊，他可不算年轻的啊！哎，就我们隔壁嘎查，那都是大学生啊，尤其人家还是小姑娘呢，可比他年轻。马进了。这我们干啥呢？走个一口啊，那小伙子不错啊。韩书记，刘是我挂在网上卖出去的第一套绣品吗？那我这没了。啥？不是，你不是绣了二三十件了吗？哎呀，都让他卖给张志龙了。这咋卖给张志龙了？不是，张志龙要这干啥呀？是个败家娘们儿。哎呀，那这1000多块呀，够咱家省着用3-4个月的用相。那现钱我差啥不挣啊？也不能可是高娃一个人祸害不是？这死老头子，快进屋躺着去吧。你呀，一天不做就难受。哎呀呀，快快快，回屋躺着去吧。
搞完呀？那咋整啊？没了。那我想想办法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那要不我就赶快跟这买家说一声，看能不能晚几天收货。哎妈，要不你教教我吧？咱俩一块儿绣，赶出一件来。好。这个巴图查干的老百姓可真是了不起呀、啊！人家对马的这个属性那是太了解了。你们嘎查是不是有一个叫白云鹏的小孩啊？啊，怎么了？我觉得这个孩子是个好苗子。哎，能不能把他送到我这儿来？我好好培养培养。我想将来啊，让他做个棋手，你看看行不行？哎呀，刘总，太感谢了，我就等你这句话啊。您也别着这件事呢。哎呦，小鹏，哎呦，韩书记，老书记，这次到你们这里考察的结果还是令人很满意的。你们巴图查干嘎查非常适合种植沙棘。昨天晚上我已经跟714平台沟通过了，他们已经同意资助你们嘎查种植沙棘这个项目。谢谢陈教授。徐主任，你看这五角峰啊，现在这时候是最好的时候，很多人为了来拍一张照片啊，1000多公里跑这儿。这五角峰啊，韩书记，哎，韩书记，我们书记来正好，快快快！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是咱们自治区厅局帮扶办事的徐主任，专门来咱嘎查考察的。谢谢领导，欢迎领导来我们这儿调研啊。蒋韩书记，您通过协理向我们反映了你们嘎查的情况。我们考虑，你们是贫困协理的贫困嘎查，所以我们会尽全力帮助你们解决一些具体的困难。哎呀，领导说的太对了，你看就我们嘎查吧，就诉苦了不是啊？小韩书记开过诉苦大会来。你们嘎查的村容村貌，与这美丽的五角峰太不相配了，这会影响你们未来搞五角峰的旅游设想。我回去找一些愿意为脱贫攻坚做贡献的企业商量商量，看看他们能不能为你们搞村容村貌做些贡献。这个问题我们会尽快帮你们解决的。哎呀，太谢谢领导了。太好了，谢谢领导。哎，我们到前面看看。好好，请请请。这事儿我不同意。他想去做骑手，除非等我死了。哎呀，白大叔啊，你咋这么倔呢？那云鹏去了先培训一段时间，等转成正式骑士之后，就可以改变家里现状了，这是好事啊。你咋不同意呢？好事啊？等他摔断腿，输了比赛，让人家当马粪一样扔出来，你就知道他是好事还是坏事了。叔。你不能把你的精力全压在孩子身上啊！那做运动员的他就有受伤的可能性，那走路还有崴脚的呢，吃饭还有噎到的呢，那咱都别吃饭了呗。我不管，他是我儿子，我不答应他就别想去。叔，咱不能犯浑，你自己自甘堕落，你把他也烧着，有你这么不讲道理的吗？
瞅啥呀瞅？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你给老子死了这条心。这是谁老子？你配当老子吗？云鹏，你这臭小子，反了天了你！是，老白干啥？干嘛？干嘛？娟儿，你手给放下，你现在就打。来，云鹏过来，打！你打！